我叫陈世行，七岁开始习练外家拳，十一岁来到武当山习武诵经，一转眼二十多年。第一天来到武当山的时候我就后悔了，第一节课就把我吓到了，就蹬这个马步啊，蹬了将近一个小时，那个时候没什么功力，蹬一个小时那就发抖，动一下一边就过来了，非常苦。我认为这个剑呢非常的柔，然后呢很优美，揉的时候像一片柳叶一样随风飘扬，刚的时候呢一瞬爆发，会产生一种声音，那种声音呢可以震动到你的心灵，就觉得这个剑很神奇，柔弱胜刚强。练习武当剑也是从快剑到慢剑的过程，快的都容易，慢的很难。武当玄门剑呢，动作朴素，没有那些很华丽的动作，没有，一招一式非常实用。随着这个功力的增长，剑气会生扬，难免有会心浮气躁，这时候呢我们在水边去，这个水啊能与剑相融，同时呢它也能够净化我的心灵。听，能听到蝉声，能听到风在耳边鼓，因为这些都是自然，自然就是大道。现在也很多人都来武当山来学习武当剑法，包括国外的、祖国的四面八方。那么武当剑的传承需要有心的人去传承，我现在也是走在这条路上。真正的武当的功法，它是人生的一场修行。